大家如果没有这一个纸呢，你们也可以准备一下课本先啊。所以你就可以参考，你有东西可以参考。第六课过后呢，可能我会先跟你们复习一下了，我看一下速度了哈。可以的话，我是想要教完先，然后我们才复习前面不熟的课。这一课有一点点小难，一点点啊，比较新的东西。OK，我看我开始先啦，有谁在吗？可是这一个哦，OK，来大家，可以开 video 开 video 啊，everybody 给我看到有点东西在啊，OK，好像 Darren 的这样，OK，Ian 啊，先聘啊，在吗？佳怡在啊，Evelyn 在吗？OK，这一刻大家要加倍的留意一下啊，OK，好了，来我们来看一下。OK，这一课如果你看了题目哦，好像在讲 synchronous tangent 哦。OK，synchronous tangent 是它的一部分，也不是一部分啊，它是 synchronous tangent 来的，它是 synchronous tangent 更深一层的一个的原理来的。OK，所以它是 trigonometric 咯，trigonometric 的 graph 这样啦。OK，所以它要我们做什么呢？首先呢，这里我应该会先进第一跟第二个东西先。OK，它是这样的哈。这里一二三四我们需要参考回的。等下，你会发现到它的用途了。OK，这一个可是呢，其实这个要背起来，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 formula 啊，在考试的那个前面那个 formula sheet 它是不会给的哈，所以这个我们要理解的，算是它是一个理解来的。这个第一个啦，第一组东西啦。好，首先我们要先记哈，在。因为角度啦，trigonometry 是关系到角度，对不对？角度是0度到360度是最多的嘛，因为它就是一圈啦。所谓的最多，我的意思是完整的一圈啦，所以最多360度啊。但是还是可以讲到，我讲哦，我要做一个480度的一个什么动作，你知道我在讲我这样，也不是我要做720度的动作。如果有体操，体操我不懂啊，Evelyn 有这样的东西的吗？好像在 gymnastics 里面哈，720度的不懂跳还是跳跃之类的，这样的意思就讲可能我要跳起来转2圈哦。我会提到这一个是因为我不是讲360是最大的啦，只是一圈里面是300，所以角度来讲呢，通常我们是会看讲0到360度啊，OK？好，所以如果是根据0到360度一圈来讲啦，我们就可以用这一个表啊来。去展示它，来显示出它。OK，这一个表呢，大家要留意一下。你要做你的笔记的话，你就做。我知道这一面有一点点小蒙啊，一点点蒙。OK，这里是0度来的，从这里开始算起。然后呢，假设这是时钟的中心的话啦，说你就会转咯。假设你有一个针，就是你的线啊，它会从这边呢。转转，我应该用箭头哈，它会从这边转，开始转，所以它可以这样走啊，它可以这样走，往这个方向走啊，而且是一定要逆时的，大家
这个图呢是一定要逆时转的哈 ，OK？ 所以你的这个蓝色的这个针啊，就是那我们要的线条了哈。我用箭头是要给你看它怎样转不了，其实它不是线条来的啊 ，OK？ 哎，它不是箭头，它是线条。所以我可以在这一格，我可以转到这边，我可以在这边，我可以在这边，我可以在这边，可以在这边，可以在这边啊，可以在这边 ，OK？ 所以看它几多度啦。所以如果是很靠近这个零的话呢，右手边这一个线啊，这个是零度。啊，然后呢？这样的话走到这边是多少？所以这里是零度，当然走完一个圈它就是360度，所以它可以是零，它也可以是走到完就是360哦，这个位置。如果转到这边肯定是90度咯，对吗？所以这边是多少度啊？这边180度哦，啊，你可以自己加加回答我了哈，你来不及type了这个，因为我就这样带过罢了，你理解对不对？这个是270度咯，是吗 ？OK， 所以这些是准准啊，那种直角的位置啦，啊，说假设我随便这样讲一下，你看啊，我随便画一个、啊、这边，你觉得这个大概是几多度嘞？这样的话，大概是几多度啊？这边我们要看的是这边啊，因为你是这样走的，我讲箭头是。这样转呢、啊、大概从零到这边是几多度啊？当然要量的话可以量啊，只是现在我是不是在问它大概是零到九十之间，所以它可以是45度，可以，它也可以好像扫过这样哦，40度30度还是50度也可以，对吗？因为它在零到九十之间，所以这个角度是零到九十，要记啊。 OK， 接着，哎呦 OK， 接着啊，如果我的线条在这边，大家注意啊，你要拿的东西哦，不是这个角度 ，no no no， 错，看啊，不是这里啊，错，你一定要从零开始看，对吗？所以这个角度呢，是从这边开始算到这边啊，所以它比较大。所以如果这一个线，你的线出现在第这一格，这是第二格啊，你的角度会是90到180。这个没有问题哦 ，OK。所以其实它有分位置的，这是第一格，它叫 Quadrant One， 这个叫 Quadrant Two， 这一格叫 Quadrant Three 啊，属冠啊，属冠底个，这一格叫属冠 Mbat Quadrant Four， 知道吗？一二三四是这样转，不可以倒转啊。然后你的一二三四不可以乱跳的、啊、，OK。OK， 接着，如果是在这边，好，如果你的线在这边，它大概就是180到270之间呐、啊。哦、它可以是200多度啦、啊、如果 它在这边最后就是270到360之间、哦、它可能是300度，如果它是准准中间就是270加45了，对吗？就是315，如果它是准准在中间啦、啊、OK， 所以理解吗？这个原理暂时来讲到这边为止，你总之一定要从这边算起啊 OK 啊，理解哦，是不是OK 啊，所以1234开始记了啊，大家格子1234现在记啊，从这个开始一，等转着去，逆时转着去，234不可以倒转了。OK 啊 ，OK 好，接下来啊，我们现在学的第一个概念呢叫 corresponding angle， 哇，这样长啊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angle。它叫 sudut sepadan 或者 sudut rujukan sepadan， OK， 它用 alpha 来代替这边，我知道这个看不太清楚啊，但不要紧的，它用 alpha 来代替， OK， OK， 如果所谓的 sudut sepadan 啊 corresponding angle， 意思就是说呢，这个角度啊，它在 sin cos tan 呢是有一样的价值的，只是加减不一样罢了。比如啊，大家全部人 calculator 准备一下 ，OK？ 比如啊，哦，我要想一下啊啊啊 ，OK， 130和50不要不要不要，这个又太什么？我拿啊，可以啦可以啦，120跟60度，大家注意啊，大家你去按一下哦 ，sin 60度还有 sin 120度，按 calculator 一下。嗯，一些人按心60，一些人按心120啦。来来来，我分配一下啊。OK，Chrisandra、okay, 小英、Evelyn 哦，你们按心60一下。然后嘉怡、Darren、先平、Ian 啊 ，OK， 我随便叫，你们按心120。然后 type 在 chat box 啊，给 everyone 啊 ，type 在 chat box 一下帮我。有加减的话也是要给我啊 ，OK。
OK，我看到一个了哦。OK，大家现在你注意看你的 chat box，你有没有发现这里的人呢、啊？有的是按星六十，有的人是按星120的，答案是一样的，你看到吗？好、哦、，OK，也就是说哈，我在解释的东西是哦，60度和120度呢，其实他们是 sudut rujukan sempadan 来的，corresponding reference angle 来的，OK。啊，也就是说啊，他们 sin cos tan 出来的价值会是一样的啊。OK，这样的话明白吗？啊，基本上呢也可以这样说啦。有四个世界，在这四个世界里面呢，有四个一样的人了。其实，在第一个世界啊，这个人是60度；在第二个世界，这个人是120度；在第三个世界，这个人是等下我想一下，240度来的。你可以顺便 try 了 sin 240，看一下是不是0.866。在第四个世界呢，这个是300度来的。我可以很快的算，是因为我已经理解了啦。你也可以的，等下，因为很容易算的。你可以，其他人啊，你们可以 try sin 240，还有 sin 300，看一下是不是哦？诶，也是0.866来的，对吗？看到哦？OK。所以你看啊，到底怎样找的嘞？为什么我知道这四个号码是都是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angle 嘞？sudut rujukan sempadan 啊？为什么我知道？OK，等下，sorry，我先问你们一下，你们理解我讲什么吗？这个是什么概念？会有四个一样的号码啊，差不多是这样了，小英。OK 哦，大概理解啊。浩峰，我要你回应一下，浩峰。其他人不理解可以讲啦，不要紧啊，因为我讲一开始这个是有一点点难，我叫大家特地去放100%的 focus 一下，OK 啊？所以就是讲有个号码，它在其他的世界有四个世界嘛，哦啊，如果你有个号码还其他的世界会有跟它一样的号码，在 sin cos tangent 的时候啦。OK，当然你这样看60跟240一样咩？不一样啊！当然，我只讲他们放在 sin cos tangent 里面会有一样的价值，就是这样。OK，只是加减会不一样啊。好，说怎样找的呢？来，我先从第一格开始啊。OK，现在我不用60了，我用30，所以也就是说啊，我用30啊，在第一格啊。OK，我的线是这样的，so。在第一个世界啊，我角度30度。So，如果我要你找在第二个世界跟它一样的是什么号码呢？就是讲它的 sudut rujukan sempadan 在 subquadran 在 quadrant two 会是什么号码呢？用这个 formula 找，你只要有第一格的就可以找着去哦。So，第一格啊是30度嘛，第二格的要怎么找呢？180减30。所以刚才我可以很快，是因为就是百八减，你看呢、啊，百八，哎，刚才那个百八减掉我的60罢了。其实，说在第二格，请问它是多少度啊？30度在第二格的话，请问它是多少度呢？嗯，OK，看一下，Yes，对，其他人呢？好风，30度在第二格的话是多少度？Yes，很好。它在第二格是150，就是讲你做 tangent 30跟 tangent 150出来答案是一样的啊。OK，在第三格你会看了啦。OK，在第三格呢，sorry 啊，这一个有一点呢、不一样啊，中啊，等下我觉得它有点问题啊，错了，加来的，改一下，如果你有 print 出来，你改一下，这是加啊，加百八，嗯。在第三格，大家这个改一下，加百八，说拿30加180，看到吗？这个改一下，加来的不是减啊，是加，它错了啊。OK，说拿第一格的角度加180，也就是说，来第三个世界，它会是201哦。对呀，Yes，对呀，有谁不理解立刻停止，停我啊！不然如果这因为这个是你看第一个概念来，如果这个不明白的话，后面全部整课就不用做了。等一下，
学得到的不用担心，就算你觉得有点小复杂还是学到。第四个格是对的，那360减掉它，减掉那第一个格的，所以第四个格是330、360减掉30嘛，是不是？ OK， 你等一等啊，我要开一下 aircon。 OK， 好了，大家来，所以我讲一开始你可能需要背先啊，但是呢下午有一个方法教你，你可以不用背，不用死背的，你注意一下啊。 OK， 什么时候加什么时候减不要死背，你死背的话你很多东西要背啊。来，我擦掉全部啊。OK， 用箭头就好。 OK， 大家注意看一下啊。的巴黎，我教你怎样不用死背啊。现在OK， 大家注意看啊，那个角度要加还是要减啊哈，基本上是从中间开始看的，也就是说，OK， 大家注意啊，我在教你记，然后不用，因为我讲这个是要记的哈，在考试还是不会给的啊。OK， 所以我们要讲去记有这样多东西啊，这个是加来的。OK。想知道什么时候加什么时候减，哪一个减哪一个，哪一个加哪一个呢，全部都看跟 中间这一条线哦，这个是 X 哦，跟中间这条线的角度有关的。 OK， 第一格当然就是从这个是零度对吗，这个是零度哦，从这边开始到这边哦，所以假设刚才我们讲这是30度。 OK， 第二格换一个卡勒一下，我换哎呀没有其他卡勒啊。OK， 我用回红色。第二格也是要从零度开始，但是是拿到这边，黑色。Undo， 红色。OK， 第二格啊，也是要从零度开始拿到那一条线，所以你要记这里跟这里是一样的啊。我现在画的打叉代表这边也是30，可是在第二格你要拿的是从这边开始吗？所以是百八扣掉30啦，对吗？好，现在注意啊，大家中间全部都是30啊，中间我们现在画的这条线代表全部都是30啊，如果我45就全部45，我60就全部60啊。 OK， 第三格要怎样呢，也是从零开始，但是要走到这条线，你看到为什么是加30吗，你看到为什么是百八加30吗，理解了吗，这样的话不用死背的啊。好，因为拿到完加买你那一格咯，说你是60你就180加60，你是30你就180加30咯。第四个格也是一样，从这边开始走到这边，你现在看到为什么是360扣掉这边吗？可以吗？理解吗？行哦，不用死背哦，这样的话啊，你忘当然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乱，你可以参考回，但是你一定要 figure out 这个，一定要想清楚这个我给你的这个概念啊，你就不用再背，要不然的话这个很麻烦的，一直要背。 OK， OK 啊， OK 啊， 就这样先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概念，来大家我们可以先 try 一下 find the value of alpha， 就是那个 corresponding 什么哇名字 reference angle sudut rujukan sepadan 啊，给他们。 OK，为什么我讲不要死背，因为从这边你现在可以想回去啊，如果你理解我刚才的概念的话你就会找到它了。 OK， 这个怎么这样容易的，等下我看一下。OK， 好像这一个啊，不要 我讲这个 example 啦，这个例子啊，哇现在还要我们找回江哦，这个基本上是原版那个来的对吗，他要我们找回这一边哦，这个你这样看你会的，其实你知道 alpha 其实就是245减掉上面啊，上面是180吗，是不是245减180就可以了吗？ OK， 这应该没有问题啊，这 AB 也没有问题对不对， AB 这样好像不用多讲啊，这样多讲反而更乱了，这个 alpha 没有问题啦，一起做啦，来type给我啦答案，这个可以type给我啊，直接一条线180，不用、跟着我写也是可以啊。Yes， 对 OK， 这所以如果考试叫你做可能你看分数啦，写点步骤给他怎样啦，这个没有什么的。 OK， 这个也是180减105，
75 OK， 这个什么时候啊你需要用到头脑？现在不太需要用到头脑。什么时候啊？就是他没有画表的时候，你想象他给你一个，他讲105哦，这一题哦，他讲找他的什么 corresponding angle 咧，速度18咧，啊，讲找啊，你要记得哦。如果是小过，其实这是第二格的，如果是第二格，就是你要拿百八减掉它咯，对吗？如果是第三格的哈，你要拿它减回百八，对不对 ？OK 啊，哎哦 ，sorry。写完简啊，所以有时他没有给我们这个表啊，我们也是要理解为什么。你看小过百八，你就拿百八减它了哈，就基本上就这样了。OK， 接着 ，OK， 大过百八，它减百八了哈，因为我们要找的是这一格，是不是 ？OK， 大过百八就拿它减掉，百八180。一起了哈，这个你跟着我写就可以了哈，567啊，71了哈。这个有表的比较直接，东基这些你们也是会哦，东基跟一。好，风要写啊，你没有这个纸不要紧，但是你就写整齐，写在你的纸上。OK， 说、so、大过百八就减百八，但是呢，如果啊它已经是超过270了啊，注意啊，我现在在教你的是，如果没有这个表啊，它又叫你找 corresponding angle， 你就在讲谁都这是第几课来的，你都不还讲吗？是不是？哈，说、so、如果它大过270，小过300啊，当然小过360啊，哦，在第四格你看到它的角度310，你知道哦，这是在第四格，这样的话你就拿360减它。OK， 啊，很直接了哈，关系到百八跟360吧，好吗？小过百八给百八减喽，大过百八就他减百八喽。如果是超过270，就拿360来减他了。OK 哦，很逻辑啦哦。32啊，345、60对。OK，clear 掉了啊。OK， 这就是如果没有表的。OK， 它有画啦哈，你要不要画都不要紧，你要不要画都不要紧啊。OK， 画其实是给我们自己看的，给我们更理解罢了的。所以它叫我们找，注意啊，在 quadrant one， 因为如果我叫你找 corresponding angle， 它有另外的三个嘞，对吗？对吗？我先问一个问题啊，大家来注意啊，请问这个是在第几格的？第几个世界？有一二三四四个世界啊，请问123是在第几格？第几个 quadrant 啊？对了，再来，大家来，好风啊，先拼啊，可以回来，对，很好，123度是在 quadrant two， 是冠读啊，也就是讲哦 ，yes， 很好，也就是讲它有另外的第一格。第三格还有第四格的朋友、哦、跟他一样的人啊 OK， 说、so、跟他一样的人有这样多格，他要我们有时他要我们只是找一个罢了，还是两个罢了的 OK OK 啊，好，所以现在呢他叫我们找第一格的罢了啊、哎、我们要第一格的、啊、就是你要找的角度呢一定是少过90度的，所以哎，怎样找懂哦，我们 try 不用画的、啊、OK， 好法你可以用回 alpha 啦、啊、等于多少度啊？如果你要画也可以，因为刚刚还在理解当中嘛，哈。123是这边，哎呦，这个啊，这是123，所以我们要找的第一个其实是那根中间的角度来的，这个是 alpha 来的。嗯，那百八，懂哦？减掉
21,23 咯，所以我这个就是我讲的，你看它小过180，你就拿180减它。天、okay 啊，几多啊？这个657。OK，这个你用 calculator 一下啊，哦，因为这个呢满是60啊，你知道吗？这个不一样嘛，会按嘛？我的 calculator 是只可以用一次的，问为什么？我的 online calculator。嗯，看一下。OK， 我先讲一下，说21,835啊，大过，说我讲哦哈，如果它是大过180啊，但是小过270，这是第三个对不对？哎，sorry 啊，对，第三个哦，大过180，小过270啊，你就拿它减回180，小过百八百八减它，大过百八就它减百八，OK？所以 alpha 等于21,835减回180。OK，说这个你这样啊，我的 calculator 没有办法，哎，你看它跳掉了哦，哎呀，有点 short 的这个，我不能用了，我的真的是 OK，我不能用，你按那个降的啦哈，你知道了哈，其实说218，然后按一个这一个，然后再按35，再按多一次。然后减180，好，凤你按下，看一下答案，OK 吗？看一下答案是多少啊？我们这个是在 minute and second 啊，它的答案。218。35减180，哦，OK，等一下啊，茉莉好像是我考的都有问题啊！大家按钮的可以 type 出来吗？那个答案，按钮的 type 出来一下。有事哦，对哦，我看一下你们按的。OK，跟他变回Evelyn 按多一次这一个，跟他变回这个的那个答案。那些没有按到的人哦，不是很清楚的哦。你看一下你的 calculator 的这一个符号，这个键盘，它是句号、逗号、逗号来的。对，所以按出来答案应该是这样啊，38,35啊。OK，试下按不到的要再跟我讲啊，说你 calculator 你照样 type 啦，218，然后按一次这一个，35按一次这一个，减180。180后面你要不要按都不要紧了的，那个点，你的答案会是3835来的啊。所、so, 以如果他给我们的答案是用 minute and second，我们给回他的答案也可以用 minute and second 哦，这个叫 minute and second，按到吗？一直跑了，哎呀，怎么一直跑？算到不一样啊？怎样不一样啊？给我你按到的答案一下，你 type 给我看。对，你的就是 OK，对对，不止你罢了。OK，在我的 chat box 里面哦，我看到有几个这个答案，这个的意思是呢，它是小数点的，它是这样。OK，你要按多一次这个，它会跟你变成38，然后35。哦，OK。Cassandra 有跟我讲哦，calculator 一定要后面呢、啊、要放180，然后也是要按多一次那个度哦，要不然拿不到那个答案了、哦，是吗？OK，还有人在进来，OK，No 是怎样？No 是 no need 还是怎样？按到吗？
按到哦，努力啦，OK，可能有的人的 calculator 不一样了。这样的话，那几个按到38.58的人哦，按得到了吗？有没有拿到38.35的答案？有啊，OK，还有嘞，还有其他人呢？OK，好，按得到了，所以基本上要那个兑换，你就是按回这一个符号罢了。OK，其实它的意思是这样的哈，它的意思是这样的啊，我解释给你听啊，1.5小时，还有1小时30分钟，完全是一样的概念来的。其实，好，为什么5啊变成分钟会变30的嘞？一样的道理哦，吼。这个你知道吗？那个时间，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其实，说这个点五八啦，其实它是0.58度来的。可是这个35哦是什么啊？这个是35 second 来的。说其实他们的兑换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它基本上它就是这个分钟跟这个0.5小时的原理。所以如果我们兑换的话，calculator 可以直接帮我们做，我们就按那个句号逗号逗号逗号就对了。OK，OK 啊，大家我们再来看啊。啊，在这里呢，我们学这一个就是 minute second 的方式先啦哈。说其实呢，讲真啊，刚才那答案是没有错的，该是点什么点五八是吗？点五啊，点五八是没有错的，是对的。你写三八什么点5 58这个是没有错的哈，只是不一样的方式罢了，是没有错啊，我没有讲它错啊，OK？只是我们学着这个先，如果不是很熟的话，好，这个说如果我们画的话，它是。在说零九十270，什么啊？三，阿拉妈啊，880270，880270，OK，说这一个是在这一格对吗？这里哦，我们要找回第一格的话，它的角度其实是这个，好，全部那个角度是跟中心的哈，其实。Okay, 所以啊，这个不是拿它来减回百八咯，对吗？所以你要找 alpha，拿它减回百八，这个是跟那个 b 一样的啊。你可以画先啊，因为不熟悉啊。如果我们熟悉了，可以不用画了的。这它给我们位置，就是可以给我们画。305，大概这边，你就是画一个大概，你知道吗？OK，所以我们305是这整个，我们要找的是这个。很丑，一也是一样，一跟 donkey 是一样的。算得去啊，到一啊。因为现在我们是找回它的第一格的答案，吼，它的第一格。如果要找回它的第一格呢，基本上啊，就是要找夹在中间的角度。要找回第一格啊，是要找夹在中间的角度，看你的线在哪里。OK，你找到这里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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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到夹在中间的角度就对了。啊，这些全部都是第一格的，因为是一样的，这四个位置。你有第一格，你就可以找其他的格了。
OK， 所以这一个是。这是五七二三 ，OK， check 一下，有问题也跟我讲啊。这个是三百六减回它喽，三零五，五十五度，这个也是一样啊，这个 D 跟 E 基本上是一样的。我跟你讲一下，后面基本上这个是60的加起来，你看到吗？因为一圈嘛，秒嘛，这个是分钟，这个是秒，所以60秒就是一分钟哦。所以你看它准准是60的， 19加4的意思是60、哦、如果你没有 calculator 的话。时间还有两分钟，抄完了吗？大家写完了。OK， 我 clear 掉啊，大家，我讲一个 concept 一下啊，来不及给我讲啊 ，OK？ 这么发生什么事 ？OK， 看回这一个一下，说、so, 哇，这个这么多字的哈 ，OK， 来，这个有一个口诀的。这个也是考试不会给的，把这个口诀要自己记啊。说零三百六十度，我们知道了哈。九十、百八、两百七啊，大家说这四格呢，一、二、三、四，全部人注意听啊。等下我要放你自己去做了啊，时间快了啊。OK， 这个是 All Science Teacher Crazy， 我只记得这种坏的东西。我跟你讲，其实有好的东西了，可是他们一教了我，我就记得这个罢了。OK 啊。All 的意思，全部人注意啊！每个格哈 ，All 的意思就是啊 ，sin cos tangent 啊 ，cos 用 c 啦哈 ，c 还是 k 都不要紧啊，马来文、英文一样的啦哈。sin cos tangent 在这边全部都是 positive， 明白吗？这个 s 的意思就是啊 ，sin 在这边是 positive，cos 和 tangent 是 negative， 没有提到的是 negative。这个 t 是什么呢？Tangent 是 positive， 也就是说 sin 跟 cos 啊，如果它的角度是 let's say sin 190啦，还是 cos 220啦，都是 negative 答案出来，明白我讲什么吗？大家，这一个是 cos 270到360之间哦， cos 300度， cos 320度都是出来答案都是 positive 的，可是 sin 跟 tangent 在这一格啊，就是比如说300度啊， sin 300 tangent 300都是 negative 的，明白吗？GASTC 啊 ，All Science Teacher Crazy， OK， 好、huh? ，OK， 你看啊，这个啊，来不及了啊，不要紧，quit了的话，你直接进回来啊，大家